遍及所有的世界。啊，所以各位，你敢写查某囡啊？你是讲好，你安尼观想，我摩羯巨蟹讲，我身躯变最美、最性感了，希望每一个查甫拢要来抱我的身躯，安尼可以解脱。你要这个东西都要去观想啊，啊，因为你已经没有在保护自己，啊，完全的可以践踏自己，不爱惜自己，去奉献给众生，你安尼去想。第二，想象你的身体被一切友情用作田地和农作物，美丽的公园、道路和交通工具，用以获得黄金、钻石和其他的珠宝，用你的身体来建造房屋和都市，来开通隧道和造桥铺路，尽可能观想的很详细，各位哦，哎，因为你给那边做这个婚了，你一定要做隧道给，你要做山给，做大海之心给，做土地公给，啊，做万事万物。所以佛的意思是讲，众生一切需要的快乐，甲外痛苦我拢要替伊担，快乐拢要有众生，所有众生的啊，一切一切我拢法度承担。所以你爱破除这个身躯是我的这个我执啊，乃至连咱的心也变空性，融入于世界。第三，你的双眼化成日月，以饶益一切有情，照亮他们，引导他们。所以各位，你爱看暗时的月亮，你是爱太阳，还是我的目睭？你看众生，白天要给人智慧，暗时要给人慈悲，安尼你会变成日光遍照菩萨，月光遍照菩萨。你的肌肉化成一切有情的食物，这么几个人的观想，这个观想会变成愿力。这个愿力，你多一天落去实践，多一天你来看到一百只狮也无人去吃，啊，你就会变作一个肉团，给人吃几千年。就一天你看到那老鹰没人吃，你就变成一个肉团里面有几万两目睭，满足那个爱吃目睭的任何的动物。但是你现在如果没这样的观想，你后来就不敢去做这件事。你如果不敢去做这件事，你不可能成佛。所以各位听到这个地方，佛陀说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了解佛陀在说的空性，他都不怕不退转的，那叫做累劫成金。不然说到这个地方开什么玩笑啊！你啊，我那现在要去做一种代志啊！哎，各位，你一定要安尼牺牲。所以你若无安尼牺牲，我的身躯叫一个人安尼打掉了，足艰苦啊！要用我的身躯和每一个人打，要用我身躯的肉去做每一个人的马桶啊，用我的身躯去做每一个人的粪扫桶啊，乃至你都有法度欢喜接受，要安尼。所以，咱的身躯的每一个肉拢变众生的食物，观想你的肌肉融入上，融入世界上所有的食物，所有超市里面的一切食物。所以，因食的对的拢在食咱的身躯，你化为米饭，你化为意大利面、汉堡、饺子，迄阵无咧讲粗的、甲素食啦，反正伊要食啥物，我就变啥物啊。在在处处的一切友情都在吃你。你也讲真欢喜哦！你若无安尼食我，我免来成佛；你若无安尼食我，我要安怎甲恁结缘呢？啊！所以你还或者我是一只同大鱼啊，百万四千的人拢来食我的肉，啉我的血，这不是观想？释迦牟尼佛累世拢安尼做过。还有，切勿仅仅想到这个世界的一味友情，而是每一个世界中的一切友情。所以各位要开时间，你现在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坐在车顶别睡，多观想，没关系，坐在家里别都要手来手去啊，该做的做完，赶快打坐啊，你若坐不住，用起来开始观想，今天先来吃我的脚，吃我的头髪，吃我的目睭啊，化作一切，你真正要去观想。第四，把你的皮肤布施给一切友情，让你的皮肤化成友情所穿的衣服，天气寒，拢穿我的皮好啊！啊，乃至呢，拢戴我的头章所做的毛线帽，或是让他们保暖的皮毛或羽毛。所以每一个人咧困的棉被，拢是咱的皮毛啊！每一个人咧倒的眠床，拢用咱的皮去做的。古早人那么是用动物的皮啊，去做一切一切。所以你要这样观想，安尼你未去接触你的皮肤啊，你敢那想为是众生。第五，
管兄，你身躯内底血甲水跟其他的液体融入外在的水大，被一切友情用来抹求生存跟安乐，所以大海、大河、湖泊、自来水、矿泉水，拢变成你的身躯所做的。所以各位，你即马，这毋是等后摆，而是即马哦。所以你即马就要广修功德。虽然大刚想那边供哈林者水，但一直咧做水的功德啊，点哈林者灯，咱咧做火功德，放哈林者生命，其实咧鱼啊拢是咱的肉体，咱的肌肉啊。所以你要用尽一切去化作一切。所以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思维，世界上的水不外是自己的体意，全部被友情用来抹安乐，然后再尽量广泛的观想水的各种不同的用途，它用来灌溉稻田，流经灌溉的渠道，滋养花卉，化为甘露，到处解除干渴，你化为柑橘汁、可口可乐、果汁等饮料供众生饮用。所以各位开始练习啊，万法拢是佛法，万法拢是我啊。那众生咧食我的血，我足欢喜的，足欢喜的啊。所以咧啉我的水，我足欢喜的，唔是讲干那我的血我的水，因为我的血我的水内底有即世人食菜的功德，有过去世所做一切功德，不管用我的皮，用我的肉，用我的水，也安尼去观想。其次，第六。观想身体内在的热能融入外在的火大，被一切友情用来抹求安乐，啊，那叫气油，啊，那叫热能啊。思维因为热能具有燃烧的能力，借此以种种方式辟易一切友情。热能可以用来保暖，提供灯光，创造能量；热能也可以用来烹饪和维生。还包括安全和探勘方面的用途，这种观想要力求广泛周详。所以各位在想，现在西藏正在下大雨，下大雪，很多牦牛没得吃，很多人很痛苦，所以你要化成热量。都一天你的菩提心到一个阶段，当你观想那边的雪就融掉了，所以你还是要有这个功德去做，然后在观想这个功德后需要的众生。那老母这能力就代表一切众生，因为你对你的老母安怎，你就要对任何一个众生，包括胎死你的众生，你赶快对安尼啊！所以这个观想是将你的功德融入于对方。第七，你的气息融入外在的空气、风大，一切有情透过呼吸和移动运用风大，赖以存活，风性轻盈，而且会造成移动，物以自由，呼吸。就是生命的本身，这句话真要紧。喘气就是咱的生命，菩提心就是咱的生命，啊，水就是咱的生命。所以佛教咱要有这个观念，各位这边来，众生一体，世界就是我，友情就是我，土地就是我。所以人家问讲你是谁，你讲你就是我，你穿大条迄嘛我，你穿个皮鞋嘛是我，啊，你要开始进入这个思想。把你完全融入于对方，让自己被一切友情吸入。所以各位，现在每个人都吃你煮完的饭，现在每个人都喝你烧完的开水，你会很快乐，你会觉得说我跟他产生关系，我能够给他快乐啊，你能够给他快乐，你才会有悲心要救他离开痛苦，感受到他的痛苦。但是佛要我们这样才能够舍弃这种单独存在的个体啊，让你自己被一切众生吸入，把维生的氧气带入每一位友情体内的每一个细胞。所以各位，你变成整个世界的氧气的来源，你变成整个世界的火光的来源，你变成整个世界的食物的来源。那这些是真的，这个叫戒律。现在观的意思是你要完全变成如此，啊，经常去做这样观想。所以公开这些说在，当你在读《地藏经》，你要完全承担地藏王菩萨的责任。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本尊地藏王菩萨，但是呢，你却可以成为地藏菩萨的分身，释迦牟尼佛的化身，药师佛的化身。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思想啊，这种消除个体，融入整体，成为佛陀。南无阿弥陀佛，那念南无阿弥陀佛，
你变成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去消众生的恶业，去让众生断我执得到福报，让轮回者往生净土。你要这个观想要一样。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说，这各位真的每天要花出两个时间啊，最好是早上晚上坐在那里都咕咕咕度咕，你如果早起闭起来，你上个厕所就至少打坐从20分钟、30分钟、40分钟，但是不要每天重复一样的思维，不一样的方法去思维，空性悲心不一样。简单说一句，观的意思是说，你以前做佛陀这样啦，你以前做佛陀，那佛陀是怎么想，佛陀怎么做，那你要按照这样去观想。第八，现在观想片处的一切有情，所有的痛苦和恶业都成熟在你身上，除了融入众生给众生快乐，那么 keep 修下面所有众生的痛苦到我身上来，由此知道一切有情所有的苦跟苦因，所有的恶业和无明障全部消除了。各位请要紧哦，你那无空性，你无法度消化因的痛苦。想到念一句阿弥陀佛，有法度消除八十亿劫生死当劫，迄偌艰苦呢？阿弥陀佛的空性跟悲心，有法度将伊净化掉。啊，如果你能够经常观修这个空性，没有我执，你就可以，你等于一个空气，众生有情的净化器，叠这世间。那这世间就是人心太乱，要净化，社会才没有各种的地水火风的不调。所以各位，哎，各位 keep 等来，卖给咱，只要咱辛苦，咱就该净化啊。但是你要感受伊的苦，因为你感受到伊的苦，你才好多用你的空性来净化。感受伊的苦叫做慈悲心，用你的空性叫做智慧。不但咱未苦，念一下自利利他，哎，两方面拢达到。这个要练习啊。第九，让片处的一切有情，所有有害的业成熟感果，由你自己取受所有的果报。把人做坏，咱来担啊！把人咧骂人，咧做歹代志，咧跋筊，咧食毒，咱唔通甲气嫌，甲放弃，来弄一个担咱辛苦，担咱辛苦，用咱的空性，所以你不得不安住在空性，你不能执着这个身体。老实讲，就人咧讲啊，输安尼去做去摸阿波顿来，拢卡东卡西，歹势甲讲，因为你无空性，你足执着诶，你足惊痛诶，啊，那啊你也愈痛。啊，如果你是有一个慈悲心，伊可能互你感受两分钟哦，你应该会用一个超度，伊咧甲你提醒爱修空性，安尼是袂歹啊，因为你有一个执着，袂使。所以呢，要把这一切苦跟苦的原因融入你自己的自我爱惜，其实是在帮助你呢。咱这自我疼惜这个五境，你若无用众生的苦，你打不破啊！你一直执着这个保护这个我，把自我爱惜的想法，连同所爱惜的对象、实有的我一起消灭掉啊！所以各位记得啊，咱来念嗡阿罗罗吉萨婆诃。来念嗡波那摩林多林萨婆诃，那你就要有一个众生的苦拢离开。但是呢，我无去啊，我爱化作地藏王菩萨的慈悲心、陀罗尼心，然后用地藏菩萨这种的空性、大悲心，就化作将众生的苦消毒。啊，咱的苦嘛消毒，咱的五执嘛无去。简单来讲啊，这个我是生命一切的敌人，这个我是这世间灾难的根源，叫做无明。所以那好好的人，这点爱足注意，所以照着这台练习，你才有法度将这个我自我爱惜我执完全给它断除，而且照着这种的练习，你才有法度真正去大慈大悲，真正要去普度众生，承担众生苦，所以各位要定定练习。你若定定练习，你很容易快很快的证得空性啊，圆满悲心啊，你去穿开拢是功德。所以甚至连这个看起来好像从自己方面存在实有的我，当下也变成空空如也，所以你要观修。所以来，我问一遍，今日头一遍听这种教法的，举手，真正恁发财啊！这个要真的要很认真啊、哦，因为我已经想办法把它弄成很白话了。所以第十，最后就只留下唯名假利的我，而这个我现在把自己的一切安乐和功德回向给一切有情，每一界的，就每一个法界的
所有友情都领受到你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安乐和功德，同样也回向遍一切时空的诸佛菩萨，所有的功德了知一切友情都领受到这些功德。所以各位你要每天随喜每一个佛菩萨的功德，而且各位你要了解每一个佛菩萨的功德在哪里，你才会感动，了解吗？不要说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作安怎修行？阿弥陀佛的原理是安怎？释迦牟尼佛的本源是啥物？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是啥物？你拢爱了解，你有了解，然后各种即代功德，各种你所有的功德，拢没有众生啊！最后你有法度将你甲佛的一切功德合作定，你永远拢没烦恼啊！这叫衔接千佛、百千万亿佛的力量，拢在你的身躯，你拢未惊什么代志。第十一，就这样，由四大构成的身体变成甘露。昨天我们在念《金光明经》空品啊，那所有一切变成甘露、啊、所以你的功位嘛变甘露，你的创慧嘛变甘露，你这人开这世间变甘露啊，你利益众生。所以这个四大这个不清净啊，变成一种甘露。接着，来自一切诸佛菩萨心中的超绝智慧流入你这个甘露身。哎，各位，这请要给印顺导师来讲，要做菩萨爱做法器，法器就是讲甘露身。你这法器可以承载诸佛菩萨的教法，拢在你的身躯内底。只要但是你只要一个五戒法戒，你就无法度去接受到这个诸佛菩萨的功德在你的身躯。所以简单讲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的心有空性，你的心装载了六道众生，包括整个世界放在你心中，这个是无上菩提心。那你念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功德就进来你的心，然后透过你的心，和六道一切众生，所有法界众生，拢得到百分之一百千佛的功德，啊。啊！你安尼念念阿妈，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安尼啊。所以各位呢，佛教讲空性，佛法度和咱这个世界无敌的一切有情无情合为一体，融为一体啊。但透过咱活在这世间，咧穿开，咧思想，乃至咧讲话，拢咧利益众生啊。所以，所有一切世界的精华，也都融入甘露。这个甘露滋养并支持一切友情，即刻圆满他们所有的愿望，给予就近的安乐，给予就近的喜悦。我都帮助你今麦有望啊安乐，乃至呢究竟的解脱。所以这个地球，这个法界，只要这人用佛心，伊就来改变这个世界啊。所以把自己完全融入世界，我等下比喻讲。咱的一切跟那迄个帝都西的卡同款，那是章鱼的卡融入在世界。啊，咱的头就是咱的空性。啊，诸佛菩萨就透过咱的对众生的大悲的发心，甲无我，然后就透过咱布施予众生。啊，所以各位，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活在这世间有重要无？安尼，你叫做佛的化身，根本都不是你嘛。啊，所以咱每一个人爱做佛的化身。所以，那看你念，要做当机无？什么唔了讲卖？只要有法度帮助众生，我想要不要做当机呢？啊，我要做佛的当机。这人爱济公，我就变济公；这人爱变妈祖，我就变妈祖；这人爱王母娘娘，我就变王母娘娘。啊，这你袂使讲卖，想哪？因为无一个法子。咱来走去天主教导，咱变什么？圣母玛利亚。变基督教徒，咱变上帝啊！所以你袂使有一个法执，讲我一定爱做一个佛教徒，我要用迄个形象，你要完全的融入叠起来。第十二，由于你已经把自己的身体供养给六道一切有情，它不复存在，现在留下来的就是你的心。各位记啊，打坐就是希望你修个辛苦，不是我的，我主要是我的心态。你念阿弥陀佛，我的心态你地下道，了解吗？你已经袂记有脚、有手、有身躯，啊，你完全的融入，只有你一颗心还在那个地方。就算你即摆身躯掉干净，或你去落个要死啊，对你来讲，它只是一个生灭变化的感受，你还是继续用这颗心在帮助更多的众生，啊，所以即摆身躯给你放回休息啊，
那我的身体化成火，化成空气，化成烟供、药供，去利益众生。所以对你来讲啊，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灭，那是在搬移，你不会执着这一辈子，你也不会执着你在哪里。所以它既不是自信存在，也不是从自己方面存在，专注在心真正的本质，心的空性提起正知。事实上，心绝非从他自己方面存在，心彻底自性空。后边这个较深，就是讲，原来咱的生命是甲众生地水火风甲佛菩萨同一鼻子出气，合为一体，根本呢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我这个存在。所以念嗡啊吽的这意思，所以现在念七遍，念几遍？嗡啊吽。所以各位练习习惯了，嗡啊吽。那诸佛菩萨进入我的空性，透过我的空性，变作水，变作火，嗡啊吽，嗡啊吽。有两种观想，你若较够喘气的，可以观想在丹田啊，嗡啊吽。啊，你若普通喘气的，就观想在你胸部就好了，嗡啊吽，嗡啊吽。但是你莫念嗡啊吽，念到困去拢无咧观想。我意思讲，你头前的拢爱心练习，然后你就逐天咧行到什么所在，拢咧嗡啊吽。后摆你若修甲真好，后摆人摕一个牌位互你，晓得呢？嗡啊吽，好，摕去。你内底有诸佛菩萨，甲你一切功德，以及接纳对方的灾难，这个就是一个佛的意义和对方啊。因为我们已经把身口意供养给佛菩萨，我们把身口意完全无我的。安住空性，我们把身口意用这个空性的功德融入给众生，而且这个众生，老实讲啊，你给你放鱼啊，买嗡啊吽，想喏，你要是用真实的菩提心嗡啊吽，给你放一千只鱼啊，就一千只佛的化身进你去大海，了解吗？你给你做烟供，念嗡啊吽，嗡啊吽，那这个烟供的烟。就会进入整个法界世界，因为来得有你因万不灭的功德的来得，诸佛菩萨的真实功德因万的来得，所以你不是甘露水，不是蜜，你在念阿弥陀佛，你在念地藏经，你要用这种的思想去念，哇，等于跟鬼一拜鬼拜啊，好嘛？哦，这闹这种物件呢，这种经历啊，所以我很赞叹呐、啊，那藏传的这历代祖师。他们能够把甚深的经典跟论化为一个实际的修行，这是我们要尊重的所在。但是也不要这样就迷信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而是为了众生呢、啊，那你什么都要很认真的去学习啊。所以吉天菩萨以下出这种圆满的殊胜啊，所以头前够真多，今日就无时间甲各位讲，但是各位这個。看无会较少，大家拢看有。你等眼好啊看，但看很简单，重点是各位爱去实践，好唔好啊？因为就是简化的目的，白化的佛法是要让我们很好的去实践。不然有时候你想，故空中无眼耳鼻身，以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无是要融入于世界的，而不是光讲消灭的无啊。你没有这个智慧，不能成佛的。那各位要把它。练习做观想。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2月2号星期日，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
善喜与恶行成一千倍，玉皇上帝万寿。上午九点，嘉义慈悲湖供佛斋天祈福法会暨新春团拜。联络电话：嘉义讲堂0522555888，嘉义中心0521666700，和睦中心0523083448。2月4号星期二，贤结千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倍。上午8点半，和春技术学院大发校区篮球场南区联合举办供佛斋天新春消灾祈福大法会，点万灯，供万水护身。联络电话：高雄慈悲道场0731116566，高雄凤山中心0771035222，高雄灵雅中心077221749，高雄佑昌中心0736543639，高雄生命书坊0722123323，欧元流通处0778311120，高雄冈山中心0762225555，高雄旗山中心0766933636，慈悲流通处0738178109。2月5号星期三，上午9点，万丹慈悲超度道场八关斋戒限时供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联络电话：0875160018。2月6号星期四，关圣帝君飞升，上午8点半，台南麻豆园区八关斋戒及消灾祈福供灯法会。联络电话：台南道场0621311112，台南西区中心0625891177，台南新营中心0665923367，盐水药师道场0665221170，高雄鹿竹中心0706073377。2月7号星期五，念贤结千佛，持斋除罪一千劫。上午8点半，云林观音讲堂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要供祭慈悲施食。联络电话：0563315655。2月8号星期六，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200劫。上午9点，台中五方讲堂供佛斋天护国习灾祈福大法会。联络电话：04-2238-9987。2月9号星期日，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上午10点，新竹普元佛道院点万灯供万水护生，药供祭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2-2917-8855，03-533-7368。2月11号星期二，上午8点半，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八关斋戒点万灯供水护生，祭甘露施食。联络电话：03-989-9319。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经纬度，梦想起飞的地方，生命电视与您共享美好时光。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